让具教化的节目沉浸。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大方广佛华严经，初发心功德品，唐于田国，三藏沙门时差难陀译。尔时天地是白法会菩萨言：佛子，菩萨初发菩提之心，所得功德其量几何？法会菩萨言：此意甚深难说，难知，难分别，难信解，难证，难行，难通达，难思维，难度量，难去入。虽然我当成佛威神之力而为汝说，佛子，假使有人以一切乐具供养东方阿僧祇世界所有众生精于一劫，然后教令禁持五戒，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佛子，与汝意云何？此人功德宁为多否？天地言：佛子，此人功德为佛能知，其余一切无能量者。法会菩萨言：佛子，此人功德比菩萨初发心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如是一分，百亿分，千亿分，百千亿分，那由他一分，百那由他一分，千那由他一分，百千那由他一分，数分，格罗分，算分，欲分，优婆尼沙陀分，亦不及一。佛子，且至此欲，假使有人以一切乐具供养十方十阿僧祇世界所有众生精于百劫，然后教令修十善道，如是供养精于千劫，教诸四禅精于百千劫，教诸四无量心精于一劫，教诸四无色定精于百亿劫，教诸须陀洹果精于千亿劫，教诸斯陀含果精于百千亿劫，教诸阿那含果精于那由他亿劫，教诸阿罗汉果精于百千那由他亿劫，教诸辟支佛道。佛子，于意云何？世人功德宁为多否？天地言：佛子，此人功德为佛能知。法会菩萨言：佛子，此人功德比菩萨初发心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乃至优婆尼沙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佛子，一切诸佛初发心时，不但未以一切乐具供养十方十阿僧祇世界所有众生精于百劫，乃至百千那由他一劫，故发菩提心。不但为教而所众生令修五戒十善业道，教诸四禅四无量心
四无色定，叫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辟支佛道故，发菩提心，为令如来种性不断故，为充遍一切世界故，为度脱一切世界众生故，为悉知一切世界成坏故，为悉知一切世界中众生垢净故，为悉知一切世界自性清净故，为悉知一切众生心要烦恼习气故，为悉知一切众生死此生彼故，为悉知一切众生诸根方便故，为悉知一切众生心行故，为悉知一切众生三世智故，为悉知一切佛境界平等故，发于无上菩提之心。佛子复至此喻，假使有人于一念起能过东方阿僧祇世界，念念如是，尽阿僧祇劫，此诸世界无有能得知其边际。有第二人于一念起能过前人阿僧祇劫所过世界，如是亦尽阿僧祇劫，次第辗转乃至第十，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佛子，此十方中凡有百人，一一如是过诸世界，是诸世界可知边际。菩萨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有善根无有能得知其际者，何以故？佛子，菩萨不起现，但为王而所世界得了之故，发菩提心。为了知十方世界故，发菩提心。所谓欲了知妙世界，即是出世界，出世界即是妙世界，养世界即是富世界，富世界即是养世界，小世界即是大世界，大世界即是小世界，广世界即是狭世界，狭世界即是广世界，一世界即是不可说世界，不可说世界即是一世界，不可说世界入一世界，一世界入不可说世界，会世界即是尽世界，尽世界即是会世界。欲知一毛端中一切世界差别性，一切世界中一毛端一体性，欲知一世界中出生一切世界，欲知一切世界无体性，欲以一念心尽知一切广大世界而无障碍，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子复至此喻，假使有人于一念起能知东方阿僧祇世界成坏结束，念念如是尽阿僧祇劫，此诸结束无有能得知其边际。有第二人于一念起能知前人阿僧祇劫所知结束，如是广说乃至第十，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佛子，此十方阿僧祇世界成坏结束可知边际。菩萨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功德善根无有能得知其际者，何以故？菩萨不起现，但为知而所世界成坏结束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悉知一切世界成坏结尽无余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谓知长结与短结平等，短结与长结平等，一结与无数结平等，无数结与一结平等，有佛结与无佛结平等，无佛结与有佛结平等，一佛结中有不可说佛，不可说佛结中有一佛，有量结与无量结平等，
无量劫与有量劫平等，有尽劫与无尽劫平等，无尽劫与有尽劫平等，不可说劫与一念平等，一念与不可说劫平等，一切劫入非劫，非劫入一切劫，欲于一念中尽知前际后际及现在一切世界成坏结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名初发心大士庄严，了知一切劫神通智。佛子，复知此喻，假使有人于一念起，能知东方阿僧祇世界所有众生种种差别解，念念如是尽阿僧祇劫。有第二人于一念起，能知前人阿僧祇劫所知众生诸解差别，如是一尽阿僧祇劫，次第辗转乃至第十，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佛子，此十方众生种种差别解可知边际，菩萨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功德善根，无有能得知其际者，何以故？佛子，菩萨不其现，但为知而所众生解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尽知一切世界所有众生种种差别解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谓欲知一切差别解无边故，以众生解无数众生解平等故，欲得不可说差别解，方便至光明故，欲悉知众生海各个差别解尽无余故，欲悉知过现未来善不善种种无量解故，欲悉知相似解不相似解故，欲悉知一切解即是一解，一解即是一切解故，欲得如来解离故，欲悉知有上解无上解，有余解无余解，等解不等解差别故，欲悉知有一解无一解，共解无共解，有边解无边解，差别解无差别解，善解不善解，世间解除世间解差别故，欲于一切妙解大解无量解正位解中得如来解脱无障碍智故，欲以无量方便悉知十方一切众生界，一一众生尽解燃解广解略解细解粗解尽无余故，欲悉知生密解方便解分别解自然解随因所起解随缘所起解，一切解往悉无余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子，复至此喻，假使有人于一念起，能知东方无数世界一切众生诸根差别，念念如是尽阿僧祇劫。有第二人于一念起，能知前人阿僧祇劫念念所知诸根差别，如是广说乃至第十，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佛子，此十方世界所有众生诸根差别可知边际，菩萨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功德善根，无有能得知其际者，何以故？菩萨不其现，但为知而所世界众生根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尽知一切世界中一切众生根种种差别，广说乃至欲尽知一切诸根往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子，复至此喻，假使有人于一念起，能知东方无数世界所有众生种种欲要，念念如是尽阿僧祇劫，次第广说乃至第十，南西北方四维上下
亦复如是。此十方众生所有欲要，可知边际。菩萨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功德善根，无有能得知其际者，何以故？佛子，菩萨不其现，但为知而所众生欲要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尽知一切世界所有众生种种欲要，广说乃至欲尽知一切欲要往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子，复至此欲，假使有人于一念顷，能知东方无数世界所有众生种种方便，如是广说乃至第十，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此十方众生种种方便，可知边际。菩萨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功德善根，无有能得知其际者，何以故？佛子，菩萨不其现，但为知而所世界众生种种方便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尽知一切世界所有众生种种方便，广说乃至欲尽知一切方便往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子，复至此欲，假使有人于一念顷，能知东方无数世界所有众生种种差别心，广说乃至此十方世界所有众生种种差别心，可知边际。菩萨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功德善根，无有能得知其际者，何以故？佛子，菩萨不其现，但为知而所众生心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悉知净法界、虚空界、无边众生种种心，乃至欲尽知一切心往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子，复至此欲，假使有人于一念顷，能知东方无数世界所有众生种种差别业，广说乃至此十方众生种种差别业，可知边际。菩萨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根边际不可得知，何以故？佛子，菩萨不其现，但为知而所众生业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欲悉知三世一切众生业，乃至欲悉知一切业往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佛子，复至此欲，假使有人于一念顷，能知东方无数世界所有众生种种烦恼，念念如是尽阿僧祇劫，此诸烦恼种种差别，无有能得知其边际。有第二人于一念顷，能知前人阿僧祇劫所知众生烦恼差别，如是复尽阿僧祇劫，次第广说乃至第十，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佛子，此十方众生烦恼差别，可知边际。菩萨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根边际不可得知，何以故？佛子，菩萨不其现，但为知而所世界众生烦恼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尽知一切世界所有众生烦恼差别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谓欲尽知轻烦恼、重烦恼、眠烦恼、起烦恼、一一众生无量烦恼种种差别、种种觉观，尽知一切诸杂染故，欲尽知一无明烦恼、爱相应烦恼，断一切诸有趣烦恼结故，欲尽知贪分烦恼、嗔分烦恼、痴分烦恼、等分烦恼，断一切烦恼根本故，欲悉知我烦恼、我所烦恼、我慢烦恼，觉悟一切烦恼尽无余故，欲悉知从颠倒分别生根本烦恼
随烦恼，因身见身62见，调伏一切烦恼故，欲悉知盖烦恼，障烦恼，发大悲救护心，断一切烦恼网，令一切智性清净故，发阿耨多罗3藐3菩提心。佛子复至此喻，假使有人于一念起，以诸种种尚未饮食、香花、衣服、床幡、伞盖及僧伽蓝、上庙宫殿、宝藏、网幔、种种庄严狮子之作及众妙宝，供养东方无数诸佛及无数世界所有众生，恭敬尊重、礼拜赞叹、屈躬瞻仰，相续不绝，经无数劫。又劝彼众生悉令如是供养于佛，至佛灭后，各为其塔，其塔高广，无数世界众宝所成种种庄严，一一塔中各有无数如来形象，光明遍照无数世界，经无数劫，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佛子，与汝亦云何？此人功德宁为多否？天地言：世人功德为否乃知，于无能测。佛子，此人功德比菩萨初发心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乃至优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佛子复至此喻，假使复有第二人于一念中能作前人及无数世界所有众生无数劫中供养之事，念念如是，以无量种供养之具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及无量世界所有众生，经无量劫，其第三人乃至第十人皆亦如是，于一念中能作前人所有供养，念念如是，以无边无等不可数不可称不可思不可量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供养之具，供养无边乃至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及而许世界所有众生，经无边乃至不可说不可说劫，至佛灭后各为其塔，其塔高广，乃至住劫亦复如是。佛子，此前功德比菩萨初发心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乃至优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佛子，菩萨摩诃萨不其现，但为供养而所佛故，发阿耨多罗3藐3菩提心，为供养净法界、虚空界、不可说不可说十方无量去来现在所有诸佛故，发阿耨多罗3藐3菩提心，发誓心已，能知前际一切诸佛始成正觉及波涅盘，能信后继一切诸佛所有善根，能知现在一切诸佛所有智慧，彼诸佛所有功德，此菩萨能信能受能修能得能知能证能成就，能与诸佛平等一性。何以故？此菩萨为不断一切如来种性故发心，为充遍一切世界故发心，为度脱一切世界众生故发心，为悉知一切世界成坏故发心，为悉知一切众生垢净故发心，为悉知一切世界三有清净故发心，为悉知一切众生心要烦恼习气故发心，为悉知一切众生死此生彼故发心，为悉知一切众生诸根方便故发心，为悉知一切众生心行故发心，为悉知一切众生三世智故发心，
以八心故，常为三世一切诸佛之所依念。当得三世一切诸佛无上菩提，即为三世一切诸佛与其妙法，即与三世一切诸佛体性平等，以修三世一切诸佛诸道之法，成就三世一切诸佛力无所谓，庄严三世一切诸佛不共佛法，悉得法界一切诸佛说法智慧。何以故？以是发心当得佛故。因知此人即与三世诸佛同等，即与三世诸佛如来境界平等，即与三世诸佛如来功德平等，得如来一生无量生究竟平等真实智慧，才发心时即为十方一切诸佛所共称叹，其能说法教化调伏一切世界所有众生，即能震动一切世界，即能光照一切世界，即能熄灭一切世界诸恶道苦，即能严禁一切国土，即能于一切世界中示现成佛，即能令一切众生皆得欢喜，即能入一切法界性，即能持一切佛种性，即能得一切佛智慧光明。此初发心菩萨不于三世少有所得，所谓若诸佛，若诸佛法，若菩萨，若菩萨法，若独觉，若独觉法，若声闻，若声闻法，若世间，若世间法，若出世间，若出世间法，若众生，若众生法，唯求一切智，于诸法界心无所着。佛法浩瀚无涯，读诵大圣经典，既能开发智慧，更丰富生命。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因果其要义，菩提心的修习次第，先具有两种观念。做平等想，二成乐意相，一次第，一知母，二念恩，三念报恩，四慈心，五悲心，六增上益乐，七菩提心。为了救度众生而发心成佛，以度生大恨作为成佛资粮，把自己的悲心怨行和众生的痛苦打成一片，发心学菩萨行求成无果。这种大信愿的坚固成就，便是菩提心的成就。真正的敌人是以自我中心的自私态度，自私的恶魔。真正的恩人是一切众生，所有的母亲。海内影视Hi Channel，广播电视 NDTV， 生命电视网 www.lifetv.org.tw， 线上收看一起来，
镜头看见生命的地方，无时无刻与您生活在一起。